那个叫什么？真心话大冒险，这是喊数，比如五个人，就数一到五，啊，最后一个人或是重叠的人喝酒，然后大家真的昨天都喝呛了，明明就是一直有人固定在喊一，他跟着一直喊，改版后偷车比较麻烦，不过还是有办法，这样才好啊，不然你哪有偷车都是用固定的方法啊？觉得有时候随机性事件很重要诶。对啊，小夫每次都咦，然后就是谁？我想一下哦，好像是还有一个女的是谁？我忘记了，就是小夫就一直跟着人家抢啊！啊，最好笑的是。现任局长跟前任局长，就穗大跟小夫，他们两个就一直常常两个一起喊，小夫要么三，要么四，啊，他们两个就要么一起喊。昨天谁喝最多？喝最多，感觉就小夫或穗大吧。维达有地震的话，我都希望麦块有地震了嘞。如果麦块有地震的话也不行哦，如果这样掉落物的话又不好清。因为我是想说麦块有地震的话，那些不科学的建筑物都要坏掉什么的。等下有人敲我，哦，不，妈。我喝了几杯哦，可是你是说那个不算一瓶，是算一杯一杯的吗？我喝了应该有7杯吧，可是我觉得是被冰块的水给稀释掉了。小猫有喝啊，喝到后面我本来是想跟他讲说，等下打喷嚏，喝到后面想跟他讲说。啊，因为他说头晕嘛，我跟他讲说，那你不要喝了啊，就还是照样喝。KO 昨天自闭吗？滑手机。不过我觉得他有想要，他就是需要人家带起来，而且大家第一次见面不是很熟，懂吗？又不是说，平时像跟小猫认识了已经7年8年，然后网剧这样子。就是当然会先找自己身边最熟的先聊天嘛，然后再慢慢慢慢融入大家。像昨天我想跟 KO 自我介绍，可是找不到机会。你懂那种遗憾吗？喝到几点哦？有一批是12点就走了。OK 哦，bot，不要再讲了，等下再讲，再公升。啊，反正有一批是12点先走，然后有一批是1点就走。好，我不能再透露太多有谁了，我要卖掉太多人了。现在几个保特瓶呢？我没捡保特瓶，我在捡吃的欸。我看一下哦，保特瓶451，我来捡9999吧。垃圾桶。KO 有唱什么歌吗？没有。我们昨天本来是想说都没唱歌的三个男生，点笨小孩来唱，啊就我是点的啦，但是没点插播。如果来不及，就他们走了之后，笨小孩才过来。哦，我下次，我每次唱歌都没有好好开到嗓，因为有每次高音飙不上去。那小猫几点走？我们一起走的啊，我们一起走。那但是小猫。好像是跟我同一时间到家的，做包毒仔，什么包毒仔？我是说发呆的吗？
那其实也还好，他本来应该不会到啦，最后还是有到，就可能想再多看看大家吧，搞不好他想要先忙伺服器的东西啊，他真的很辛苦诶、欸。你们看到我们现在游戏，如果正常游戏如果是到处海啸的话，那你要感谢他们，让我们不会海啸。懂吗？哦，没有，你猜错了。这机会感觉不是很多。对啊，主要就是因为上帝来啊，因为上帝是大老远过来啊，他来的时间不多，他就是借由这次大家就是看看先，主要是先看看上帝啊，啊之后要不要约在之后说啊。拉夯有去吗？拉夯没有来。拉夯应该也没得来吧？他如果……喂，拉夯住哪里？他如果住台北以外的话，那他来的机会真的是很低。因为拉夯他现在的状况，你们看他台都知道啊。他现在过得很。很不是很好 哦，他在台北啊，对啊，主要就是喇沆现在都在吃泡面过活啊。没办法，他就是曾经啊，你们知道那个墩墩啊，墩墩你们不知道，就是曾经就是有一个人给自己一个约束，就是 他如果在这一年。没有拿到那个 YT 的十万订阅勾勾，他就从此要离开了。因为他说他如果花时间经营这个而得不到收获的话，那不如就是离开，好好去面对现实，去工作这种。那最后是有起来啦，但是好像就真的还是面对现实去找工作了。对啊，其实他马来西亚人啊。哎，我怎么走到这边来？这边没有啊，对面对面。哎咻！本来我去的机会不大，因为我觉得我是很后面来的，我感觉我没什么。说权力吗？感觉就是我去的契机好像，哎呦喂呀，就是我感觉我没什么资格去。啊，后来是就是还是有陆续在找，然后就很厚脸皮去报名了。然后报完名、喝完酒、吃完饭，才发现大家人真的很好。大小血剑可以抽车，你说什么抽车？都这样冲哦，这个我知道啊。我以前还会爬，还会蹬墙诶，可是现在忘记了。我觉得蹬墙要一次按3颗键，然后还要按空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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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啊，他们那天也有讲啊，他们讲什么？鬼岛当时有分好几批陆续进来，那最早的就是钢铁人。前院长跟阿福，然后说，哎，小夫好像也是吧。然后当时睡大当局长的时候，已经是中，他们说是中期的事情了。这样子吧。我完全想不到我会进轨道，很惊讶，我也想不到啊。我以为我永远只会当个观众在看。感谢小起点。因为我当时，哎呦，我真的讲真的啦，我觉得我真的不算实况组啊，虽然有勾勾那些了啦，可是你看我的性质哦，我玩游戏也没有说到很强，像那种斗阵啊、吃鸡啊、APS 啊那种，虽然我不玩那些啦，啊斗阵会玩啊，啊也没有说到很强啊，啊麦块现在就是一堆人都会玩，也没有说到很强啊，
啊，画画的话，台湾没有画画市场啊，所以我觉得我在台湾经营这一块其实做不起来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啦，我真的是比较适合当配角啊。主角这个东西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，就是当像我跟你讲哦，我的干爹群虽然是我的干爹群啊，可是我觉得都是他们处理好之后，然后才把干爹群扔给我。我也不算是一个会带头的人啊。对啊，就非技术台嘛。我是比较，啊，当时菜渣他们开台的时候，也都是找我陪啊，因为菜渣会很害羞，不知道讲什么话，然后我都会去帮他就是找话题，让他不无聊。早期的话啦，你们有注意到的话，有时候为什么常常都是菜渣跟我在开台，就是他荧幕分享给我，然后就是玩宝可梦这样子，没有印象的话。光是那个啊，固拉那个龙虾，焗烤龙虾，那个就是啦、啊，对啊，然后有一个花叫繁星花吗？或是满天星这种东西啊？它满天星的花语就是配角啊。如果你那个送花，送玫瑰有的没的啊，如果你满天星太多的话，就代表你自己注定要当个配角啊。配角都有配角奖，我有啊，有吧？那怎么讲？就真的我只是一颗星星而已，没办法当成月亮那种感觉。哦，我饿了，用，你吃了一个面包 S，我觉得面包补好少啊。反正都在喝矿泉水的，开始在狂喝咖啡跟可乐了，那么不健康。你看，鬼岛害我们做了什么？安安安安安，哦，绿宝台的安安。对啊，怎么一个在玩麦块的人，突然在玩 GTA 这种感觉？之前老天其实一直都有在开 GTA 台啊，只是也是台湾没什么人在看 GTA。那时候我就觉得老天很可惜啊，他其实一直有在玩，他只是一直想问大家有没有想要跟他玩这样子。他就是主要。当时 GTA 就是大家都玩太久了，也是大概都知道要玩什么。可是抢劫那些任务事件都只能4个人，要么就只能玩那些差事，才能玩到那种大家一起玩的感觉。然后后来就是会有一个老天不是开飞机吗？然后车上，不，飞机上10个人，跳几个人就是扣10分这样子。有印象吧？对啊，那时候其实老天就一直都是无聊在一个人开着台，啊，我也是有进去帮他管台啊，就看着他在飞，然后再帮忙管。所以他那时候飞机是在 GTA Online 的时候练起来的啊。对啊。啊，然后是 GTA 离开后，他有在玩那个其他的，也是飞机模拟器。啊，那个我就看不懂，啊，就是挂着他的台，在帮他 ban 人 只是他的观众很奇怪，他观众聊的都不是游戏内的事情，完全都是我完全达到不了的领域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不知道这个该不该 ban，你知道吗？那突然，可能哪天突然一个很会画画的人在跟我聊天，啊，我的 mod 不知道这是在暴雷还是怎样的，不是不允许的，比如说抄袭，类似抄袭，可是他抄袭有他抄袭的术语，那这个我就直接 ban 掉了。昨天有开，老天就是
RP 很适合他，你看，他当时渴望很久，就是有人陪他玩 GTA，现在有了，然后又是可以扮演自己这样子，扮演自己想扮演的角色，因为他很早之前开飞机就是一直自己在当机长，然后在自己家乡广播，懂吗？对啊，要不是鬼岛那没有那个飞机可以开，就是没有机长这个职务，不然他早就做了。主要也是啊，不然你机长的话，没有乘客，你这样开也很亏，也不是也不会亏哦，你只要定时间到去开就好了。那个脸跟他声音好难搭起来，不会啊。我跟你讲，你看到阿公跟多多的脸，你也会搭不起来啊。我真的是被多多的游戏人设影响到，我想说他会是 RP 那样子的脸，就见到本人的时候，哼，你是养乐多。如果机长最伤害很大，你是说受伤吗？我跟他讲说，不好意思，你身受重伤，你可能会有一阵子不能再工作了，好好静养。阿公才18还19，阿公已经延毕，你那边延毕不是应该是大学吗？怎么会是高中？脸跟人搭不上。啊，我的脸跟年纪也搭不上啊，对不对，小猫？对啊，毕业不是就是没领毕业证书毕业吗？他上次说的，对啊，那个阿公他应该更不对啊，那时候阿公有跟我说他有来淡水读过3年的书啊。那是曾经啊，可是他现在又说，哦，阿公骗人，阿公就只会傻，他你，傻，这边应该可以报新闻吧？报什么新闻？报什么新闻？有点饿诶，阿公的话不能信，阿公的话本来就不能信哦。他们讲局长，哎呦，那边有台飞天车。他们讲局长的话能信，狗屎都能吃。咋的呀？诶，咋的呀？我感觉垃圾桶你骑一段距离就更新了，它不是时间到更新的诶。哎笑，干，才讲完，好啦，吃广告哦，等下听到歌的时候就播广告了哦。哎，搞不好伺服器在维修哎，那这样你们还要看吗？如果在维修的话，好吃，吃，还没啦，我先看一下，搞不好是伺服器在维修。然后根本进不去，你还吃屁呀、啊？没有啊，看以前是要先大家同意啊，诶，可以诶，啊，吃广告了哦，声音调小哦，声音调小哦，再5秒，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要聊天呐、啊，想聊啥、啊？没吃到、哦？我刚刚看到他一个选项，他说如果我播2分钟的话，可以获得多少多少？那个多少多少没有很多，你们不用想太多，我只看到这个东西，
像目前观众一小时播放2分钟广告的合作，哎，那我要调2分钟喽，哦，对不起你们了，每小时可以赚取哦，虽然不多啦，你们要吃这样子以后你们要吃30秒的好，还是要吃2分钟的好啊？因为干你们那个开低那个什么的挡广告的软体又关掉哦，没有啦，你们要开也没差啦，因为我本身真的也很讨厌吃广告啊，可是身为都是同样都是创作者的，我就觉得还好啦，就吃一下嘛，划个手机啊，懂吗？就是你就像你做过服务业，但你不一定会同情服务业啦，但你会知道服务业有多辛苦，能帮实况组赚钱比较重要吧。真的，不然我早就不做实况了。我都一直玩麦块，然后剪一些精华就好了啊。而且我讲真的啊，玩 RP 我比较快乐啊，玩麦块玩久真的好腻哦。虽然麦块很，就是 那那什么，多变性很多，多变性嘛，多样性很多。可是它多的原因就是在于它有 mod 啊，mod 啦，那个有模组，一样一样哦。它有自己的模组可以用，所以大家可以去下载更耐玩。啊，GTA 也差不多啊，可是 GTA 也会腻啊。像你看，为什么不玩线上，要玩躲那个 RP？RP 的话可以认识到别人啊，啊，重点是我在里面是过自己的生活啊。我累了吗？你感受不出来我累了吗？我还好饿哦。RP 的话，就真的在里面过另外一个世界生活啊，就是感觉真的很像是你在那个异世界生存，你知道吗？就只是一个异世界的有那个故事，然后在里面扮演这个角色，这样讲就合理了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异世界的故事啊。啊，就是可能两个故事的人撞在一起，会发生新的故事啊，所以好玩就在这边啊。然后，但就是 私下玩还不会到那么累，开台玩就真的会很累了。我那天有讲啊，刚来鬼岛，然后进医护的那几天，我真的觉得我好像在做服务业哦，就是真的是时间，早班时间到就赶快上线去打卡上班，然后就是盯到下午有其他医护的时候才敢离开。可是那三天真的把我用到太累了，而且医护好无聊。在异世界捡垃圾是不是搞错了什么？不是，转身成为清洁工的那故事。哎、欸，现在 YT 那个木棉花有那个哎、欸，转身史莱姆哎、欸，我转身史莱姆只看过第一集，啊那一集还是在工作室看的，啊到现在都还没看。傻，哎、欸、白痴哦、喔，画面没截回来，你们没跟我讲哦、喔。我已经剪了一轮了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说。放木棉花，捡垃圾比较好学，其他打工要自己找不好找，就慢慢摸啊。我是打算下辈子再开始摸啦，这样才比较真的像是自己摸出来的。也、欸、不对，应该现在摸一摸，下辈子就说我想做什么才对哦，也不行。我有稍微想啦，下辈子如果我医护没上的话，我就去外送中心。他、啊、就是，诶、欸，听说他的性质是阿福跟我讲的啦，他的性质就是你先去租一台车，
先付定金，然后那个好像是用到你游结束还是怎样的话，就是没有了。啊，定金是8000块啊，但是你跑一趟可以赚四千左右吧，现在就可以去玩了吗？真的假的呀？那是不是要先下班？来一过去说，不好意思，你是有工作的人。你是有工作的人，你不能来做这个，那不就好笑了？而且昨天我在看杰伊的台啊，我看他其实他那种工作我觉得蛮轻松的，就是类似计程车接客啊，你就只要到定点之后把东西交出去，然后再继续跑，就很像之前我在卖毒，不是卖毒的那个夜总会在跑图很像啊，有3种车，我知道阿杰伊是那个嘛，是摩托车啊，我有，那是我们说，说有什么越大台你东西可以拿越多，到公司了，好哦，你都说你看杰伊的台了，对啊，我就直接讲啦。它是有固定趟数的，钱越多是这样哦。可是你定金也要付越多，不是吗？固定趟数，所以你定金付完之后，啊好，比如说8000定金出去，那趟数固定的话，我是不是会有稳定收入？5趟才一轮，你是说送完5个东西这样吗？安安哦。车6趟，7车5趟，货车，定金会还你哦？真的假的？定金会还，那这样很赚呢。可是那是那个在讲，那个想想了。哦，对，这边啊，那个标的不见了，因为那边我记得这边有个咖啡厅，它咖啡厅的图案是。山猪，来，我们继续翻，还有保证金是银行扣款哦。车子没撞到，那车子没撞到，摩托车比较好诶。我那时候，不要，不要！好赚哦，4个保特瓶，谢谢。怎么下去啦？那这时候讲话要学阿公。是啊，检查，修理，去跑一轮玩玩吧。好了，我去看看。不然其实这种工作都很。这种自由业真的很，不是自由业啊，就是到跑外面的工作我比较喜欢。我以前美联社上班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店长叫我去帮忙送货，都很开心。可是就是送很久的时候，他就开始怀疑说我是不是在外面鬼混。就比如说，这趟10分钟就回来，你怎么搞到25分钟才回来？事情都不用做了吗？这种感觉。然后我就跟他讲原因了嘛，讲完之后他还是很气。但是他知道我这种人应该是不会摸鱼的那种。其实上我真的是没有摸鱼啦，但是我也很想摸鱼啦。那时候就是遇到说他们那边突然说什么阿哥叫我先帮忙征收银，帮忙征收银然后结果实际上是跑去不知道哪里吃饭还是什么的，就害我被店长骂。他说下次再遇到就。下次遇到就说不要啊，你还有工作要做之类的啊。是不是这里啊？因为昨天其实我昨天是哦在这里，昨天去哇这边有垃圾桶，我昨天打开吗？哦，昨天讲几次啦？我昨天去洗澡，洗完澡就看到他在送货了。
干啥嘞？里面有六个垃圾桶哎，咖啡面包在等我耶！而且这洞好可爱哦，咚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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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啥？不给我拿，啊！车子越大难度越高，那钱会给更多吗？因为以现在轨道车流量来讲，不适合大台的啊，这两台一定都不适合啊，一定要这个啊，会更多哦。有，这边怎么弄滑？4000块，6000，哦，所以阿福跟我讲8000是因为这个哦。哦。哇塞，那先玩玩看小的，请进入您的车辆，冲啊！然后嘞，爸爸，哎，不对啊，它油突然变成22，哎，这样对吗？我一下哦。我现在去加油就可以一直开，对不对？大台货车1000，我怎么多看一个零？我这个是4000欸。哦，你是说送货？还有固定趟数，可是我不知道趟数的意思是什么。像比如我这后面的信全部送完。啊，算了，你们不要，先不要爆雷，我自己摸摸看，我先摸完，我再问你们，让我体验一下下。哇，你们已经很多人做了，是不是？然后嘞，我要下车的吧？哦，然后嘞，拿一，哎，他不给我跑欸，欢乐颂。耗油跟速度有调整，昨天有在聊啊，好近哦，好啦，你们先让我体验一下，体验完我再一次问你们，先让我体验一下下。1公里，冲啊！港沙子嘞，边聊边送边干聊。我这觉得，不是我真的觉得啊，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聊天，边聊天边玩欸。你看，虽然说不能撞啦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聊起来很轻松啊。感觉就跟之前变态一样，就是载着客人，然后边跟聊天似的聊天，然后边赚钱，很棒啊！以后聊天台就这样啊，捡什么垃圾，对吧？你一趟包裹就有两个三明治吃了欸。学下经变态哦，我想一下哦，因为昨天你们听我现在声音跟平常有差吗？应该没有，因为我觉得我昨天喉咙有点呛到受伤了，所以可能有些学不起来。捡手垃圾哟，没有，等一下我想一下，请进入您的车辆。他怎么讲？阿妞，他最想讲是什么 小猫哟，感觉要考虑投资报酬跟风险。对啊，就你看你车子，你大卡车，如果这刚刚讲的1000。